我是刁真真，现在呢是大伟国的皇后，不过很快并不是了，因为我决定我要回去现代。谢谢。能够说说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在这里呢，我认识了很多可爱的人，翠翠、淑妃、惠妃，他们都特别的好，当然还有皇上。我跟皇上呢谈了一场甜甜蜜蜜的恋爱，说出去也够吹牛逼的。只是如何回去是个棘手的问题。怎么办怎么办，脑瓜疼脑瓜疼。坐吧。真真，我找了你这么久，没想到你真在厨房里。真真，做的还有土豆的种植，现在已经大有起色了。具体的注意事项我已经和小安子交代清楚了，只要留下好种，来年啊便可大面积种植。真真，你还是在怪朕？我哪会怪你呀？你是皇上，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好了，我吃饱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真真，哦，看来他已经上钩了。接下来需要奴婢做什么？镇南王就要回京了，在他回京之前把皇后悄无声息地杀了吧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去吧。是。太后，端王妃到了。参见太后。容嬷嬷，端王妃身边伺候的宫人们都拉出去杖毙了吧。是，太后。太后，哀家留你在宫中是为了让你好好养身子，可不是为了让你勾引皇上的。臣妾没有，是皇上突然抱住了臣妾，臣妾是被冤枉的。好大的胆子，在哀家的宫中竟敢如此放肆，果真是水性杨花。若不是顾及端王的颜面，拉出去杖毙的应该是你。太后，求您饶了臣妾吧。既然大错未铸成，还有回转的余地，你回你的端王府，继续做你的端王妃，好自为之。太后，臣妾不回端王府。那是为何？太后将臣妾留在宫中，不就是因为皇后专宠，太后想让臣妾牵制住皇上吗？如今，她
太后你想过河拆桥，那臣妾定要将此事宣扬出去，让世人都知道皇上与他的弟媳有染，让他被千夫所指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，臣妾只需要再留在宫中几日，还请太后成全。回来了，我的好王妃。王爷怎么来了？你替本王做了件大事，本王自然得来看你。妾身不明白，王爷是想让皇上身败名裂，所以才千方百计地将妾身往皇上身边推，对吗？王妃身上真香，她对你意乱情迷的时候，经过这儿吧。服侍你的宫人擦这儿的时候弄了点香膏，会让人慢性中毒的香膏。你下了毒？我是刁真真，大魏国的皇后，不过很快就不是了。我已经计划好了要离开，并且不拖累他人。我已经计划好了一切，只等意外的到来。但没想到，我那便宜爹镇南王的到来，改变了一切。参见皇上。镇南王，快快免礼。谢皇上。爱卿为我大魏国镇守边疆，一直征战于沙场，功高劳苦，也是时候啊，该回家好好休养休养了。朕便赐你良田千亩，一品侯爵，如何？皇上如此赏赐，微臣不敢受。怎么，镇南王这是拒绝赏赐，还是说舍不得手中的兵马大权呢？你干什么？先帝在的时候，微臣就是骠骑将军，从未将手中这些兵权看在眼里。皇上，你小瞧刁荣了，想要夺走我的兵权，也得问问十几万刁家军同不同意。镇南王，你想造反不成？哼，皇上，你误会了。微臣并不想造反，只是你如此卸磨杀驴，只怕会寒了我们这些老臣的心。哼！皇上，皇上，快传太医！血了，没事，小事而已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哦，对了，娘娘，镇南王到了。父王。为父已经出征小半年了，听说皇上对你宠幸有加，你这肚子怎么还不见动静？这子嗣的事儿得顺其自然，急不得。怎么不急？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爹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，若是……为父会替你处理好的。我爹不是真要谋朝篡位吗？
宋太爷，你快说呀，皇上到底怎么了？皇上，您这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可有的治？皇上，请恕臣无能，只能施针压制着。此事不可声张，若是走漏了风声，朕便要了你的脑袋。是。是朕吗？小安子，在。去把段王妃找过来。是。皇后娘娘，皇上正忙着，怕是没时间见您了。娘娘都亲自来了，还带了皇上最爱吃的膳食，皇上为何不见？这是皇上的意思，奴才也不知道啊。明白，这天要下雨了，我们走。娘娘慢走。见过皇后娘娘。你是要见皇上？是，臣妾奉旨前来。怎么，娘娘这是要走？是皇上不愿见你吗？端王妃这身子看起来好多了嘛。哎呀，也不知太后能多留你几日。毕竟啊，这有家有室的人在宫里太久会遭人闲言碎语的。娘娘说的是，可若是皇上的意思，旁人也不好说闲话。娘娘你说是吧？也是也是，那你先去吧，皇上还等着你呢。哦，对了，本宫突然想起了一个典故，杨贵妃命丧马嵬坡，前车之鉴，端王妃可要小心哦。走。娘娘，这杨贵妃是谁呀？曾经有一个昏君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儿，就封她为杨贵妃，后来有兵啊想要造反，他就吊死了杨贵妃。你的意思是咱皇上是昏君呀？哼，他连昏君还不如呢，我爹都要谋反了，他还有心思跟弟媳妇儿搞破鞋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搞破鞋是什么？哼，你太小了还不懂，姐姐以后教你。走。啊，好的。我是赵真真，现在是大魏国的皇后，不过这次我可能真的要当太后。我爹要造反，我已经跑去跟皇上示警了，可是这死男人竟然不见我，还有心情跟他的白月光在那儿卿卿我我，我心巴唧的，脑子有坑，到时候自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皇上别急，派人去传了。皇上你怎么样？爷爷，这是偶感风寒，不碍事。皇上你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偶感风寒，你分明就是……是什么？爷爷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朕那日入你宫中，就忽然意乱神迷，迷了心智，朕便知道是什么情况。爷爷，朕没有想到你竟然联合别人来害朕。皇上，皇上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真的与我无关啊。爷爷，朕现在还是皇帝，朕想要杀谁易如反掌。是端王，是他让你下的毒，他让你下的什么毒？他把毒抹在我的脖子上。什么毒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端王那里会有解药的。你这几日好好留在宫中，不要擅自出去，我会派守卫好好保护你的安全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快去叫太医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我真的无心害你，都是端王，他想谋权篡位，不如你放我出宫吧，
我会去端王那里找解药给你的。太后娘娘，皇上密见了宋太医。为何要密见？老奴不知。不过今日皇后去了乾清宫，皇上却不见她，反而叫小安子找来了端王妃过去。镇南王回来以后，皇上召见过他了吗？皇上召见过镇南王之后，才密见了宋太医。叫宋太医来见哀家。是。这死男人，有人都要造反了，还跟前女友在那儿纠缠不清。不对，我都打算回现代了，还管他干什么？他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行，还是得提醒他，算是分手礼物吧。翠翠，哎，过来。怎么了，娘娘？给我找一件宫女的衣裳。娘娘，你要宫女的衣裳干嘛？我要夜探乾清宫。可是，现在乾清宫守卫森严，一般宫女是混不进去的。我哪是一般人呢？我们这样，皇后娘娘让我给皇上送膳食，麻烦通报一声。无官人等未经召见，不得入内。翠翠姑娘，请回吧。这是皇后娘娘给皇上送的膳食，你也知道，皇上平日里最爱吃娘娘做的东西。若是他到时候过问起来，你可是要受责罚的。是翠翠姑娘。小安子，娘娘派我给皇上送膳食。哦，好，那你交给我吧，我带进去就行。那可不行，送的这个是木桶鱼，它现在是生的，需要特殊的法子才能变熟。娘娘把这个法子交给了我，所以我一定得进去弄。哦，这……那行，翠翠，你随我来。嗯。皇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要死了吧？我是小安子，皇上的贴身太监，也是皇上的心腹，皇上和娘娘爱情的神助攻。但是皇上现在身中剧毒，为了不让娘娘担心，便让我拦着娘娘。皇上如此煞费苦心，娘娘自然是不会明白。可是看着娘娘如此伤心，我也跟着伤心。这一对苦命鸳鸯，究竟如何才能破镜重圆呀？皇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会是要死了吧？真真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不是让小安子拦着你吗？天哪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你快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算了，皇上不说，小安子你说。这皇上他是中毒了。中毒？谁敢给你下毒啊？难不成是端王妃？活该。有夫之妇不能碰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端王妃靠近你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端王想要谋朝篡位呀。皇上您死了，他是唯一一个能顺理成章登上皇位的人，你既然知道他的居心叵测，为何还不先下手为强？是朕夫人迟了，不过他手里没有兵权，有兵权的是镇南王。我爹，我爹进宫和你说了什么？我让他，你快点说。Oh my god， 端王现在想要谋朝篡位，他现在手里没有兵权，自然想要拉拢我爹啊。你这个时候让他卸甲归田，皇上你这是要逼他反呢？端王爷深夜到此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来跟镇南王做个交易。
切便顺理成章。如若真的如此，端王爷已是胜券在握，还来找我做什么？你是镇南王，如今你依旧手握兵马大权，与我里应外合，但南宫瑾一死，朕必一呼拥我为帝，如何？我若是不答应呢？那恐怕王爷只会听见明日皇后暴毙的消息。这绿豆汤能解毒，你多喝点，快再多喝点，拿着喝。真真，还得是你，你煮的绿豆汤比别人煮的都要好喝，入口即化。朕不让你见，只是怕你担心。那你为何要见崔嫣嫣？朕只是为了桃花。那既然是他下的毒，有没有把他关起来？我派他去了端王府。人家给你下毒，你还放了他，怎么那么犯贱呢？你，我活该被毒死。他是去替朕拿解药的。他有病吧？给你下毒，然后再给你解毒，怎么那么单纯呢？你，我要是杀了他，又有何用呢？太医怎么说？你会不会死？真真，你去哪儿？我能去哪儿啊？当然去找我爹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也活不成。不光你活不成，他的外孙也活不成。外孙，真真，你有身孕了？这个时候必须得有。南宫瑾，你听着，我要你好好的给我活着。你要是死了，我就去当太后，然后养一屋子的男宠哦。王妃在找什么呢？王爷回来了，没找什么。你不是在宫中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妾身有些害怕，不敢在宫中待了。王爷，现在可以给妾身解药了吗？急什么？南宫瑾还没死呢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吩咐妾身做的事情妾身都已经做了，王爷求你饶了妾身，给妾身解药吧。说了给你便会给，毕竟你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怎会眼睁睁看着你去死？王爷，王爷大事将至，过几日您便是万人之上的帝王，到时候还请王爷不要忘了妾身才好。先救活你自己吧。我是崔嫣嫣，端王的王妃，可是我心中爱的人是皇上，原本我们是一对儿，可是他却被逼娶了另外一个女人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最后我却死在了那个女人的怀里。你怎么突然出宫了？出了何事？爹，我来就是想问问你，端王是不是找过你，想让你同他一起谋反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谋反？胡说八道！刁家世代忠良，怎么会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？我问你，皇上是否中了毒？那皇上现在情况如何？是否没在担心？爹，如果端王当了皇上，必定会赶尽杀绝。
你可千万不要听他的许诺，这人翻脸无情，一旦登基，第一个先杀的人必定是你。你爹我岂是那无脑之人？只是皇上情况如何，你要给爹一个准数。他要是真的不行了，你必须离开皇宫，爹可以保护你。看他的样子不像是在说假话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还得试试他。爹，爹爹，我有身孕了，你要当外公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所以你一定要阻止端王。小恩子，皇上还活着呢吗？暂时吧。太医说毒已经入了五脏六腑，若是没有解药的话，只怕……端王妃呢？她不是去偷解药了吗？娘娘，且不说端王妃能不能偷到解药，就算她偷了，应该躲不开端王的耳目进攻吧。真真，皇上，你活过来了，我已经告诉我爹，我怀孕了。我爹看在外孙的份上，定是不会和端王合作的。现在，请您下旨，明晚准备一场家宴。真真，你要干什么？请端王和端王妃入宫，请君入瓮，诛杀端王。王爷。王爷，皇上已经毒发，已陷入昏迷。看来他离死不远了。参见太后。嗯。参见母后。快坐。一切有哀家。参见太后。免礼。谢太后。谢太后。这是家宴，不必拘束。皇兄和皇嫂怎么还没有来？容嬷嬷在，找人去问问。是。王爷，妾身身子有些不舒。端王妃，好好回家。翠翠，有没有听到？里面有什么声音？没有听见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啊，好的。这怎么有血呀？这也有。里面有人。是端王妃。王妃起来。是谁伤了你了？娘娘，我有很
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。那你先撑着点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皇上。来不及了，娘娘，把这个交给皇上，这是解药。转告皇上，我崔妍妍自始至终爱的人就他一个。端王妃，妍妍，我是刁真真，大魏国的皇后。皇上中毒，端王发动兵变逼宫，一切都来得如此措手不及。如果我知道我和南宫瑾之间的结局是这样，我一定会给他做很多很多的菜，天天都缠着他。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亲口对他说那三个字。皇上驾到。母后，皇兄，听闻皇兄最近身子不爽利，臣弟还在为皇兄担心呢。只是偶感风寒，王帝多虑了。大家都吃吧，今天这些菜啊，都是御膳房在皇后娘娘的指点下做的，样式非常新颖，端王多尝尝。端王，可是对这些菜不满意？不是，只是王妃身体有恙，有些担心罢了。臣弟想先行告退。让奴才们好好伺候便是了。来人，上酒。这酒可是宫中最新酿的，王帝要是不喝。竟敢谋逆！皇兄不也打算毒杀我吗？早在你中毒之后，这城内的御林军便被我全拿下了，外面都是我的人。南宫瑾，只怕你做梦都想不到吧。来人，护驾！镇南王呢？他也跟你同谋了？镇南王？我从未相信过镇南王，我只不过是试探他，来转移你们的注意力。等我把你们都杀了，再杀镇南王。给我拿下！给我杀！娘娘快跑！快走！娘娘，娘娘！给我杀！
娘娘！皇上！不想让朕替爷爷，以你的性子那么会吃醋，朕若替他，你肯定会跟朕急。御膳房的菜再怎么做都没你做的好吃。朕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真想吃你亲自做的。朕好想你。皇上，您这样会伤了龙体的。娘娘她不会醒过来了。她会醒的。朕会一直等他。皇上，皇上。我不认识他，你给我过来！大胆你！妈妈，他是李白吗？哎，走走走，别管！小燕子，这是哪儿啊？我不知道。皇上，皇帝，这该不会是地狱吧？皇上。
吗？娘娘，真的是你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